大厦顶层火势非常猛烈，不断有火舌及大量浓烟冒出，火势很快蔓延至其他楼层。消防一度架起云梯涉水灌救，但受强风影响，水柱未能射向大厦。现场不时传出燃烧杂物的声响和爆炸声。不断有燃烧的杂物跌下，附近街道漫天火屑。尖沙咀中建到海运之家重建酒店地盘，周四晚上11时11分接报发生火警，约半小时后升为3级，火势波及临近的五栋大厦，包括远东大厦、国际电信大厦、 Age Center 及缅甸台。而喜来登酒店和重庆大厦起火后被救熄，大批临近酒店住客和大厦居民走落楼，消防处置已协助疏散170名市民。我哋开窗咧，见到啲花咧，就系我哋天井好多火花落嚟，天井。哦，跌咗好多火屎落嚟，惊唔惊啊？嗰阵惊，好大火。系啊，嗰啲好大嚿咁跌落嚟。哦，有冇砸烂啲嘢啊？跌咗人哋冷气机上边。哦，噼里啪啦咁样。啲冷气机又烧喎，跟住一瞬间冇事咯。真第一次见得咁大，我真觉得震撼。震撼。明白。你機機確實啦。驚唔驚啊？驚啊！我覺得即係個感覺都係即係驚嘅都。都驚。明白。最緊要我即係驚裏邊冇人。火警在周五凌晨10时46分升為4级，消防處置火場面積60米×80米，涉事大廈樓高48层。我哋到場時咧，已經留意到工地裏邊有多個樓層係一同起火噶啦。大厦咧系一个兴建中嘅大楼，所以一般喺大厦里面见到嘅消防装置设备咧系未投入使用嘅。而工地里面只系有一啲临时嘅消防设施。此外咧，大厦里面咧系兴建中，又有大量嘅建筑材料，例如一啲木板啊、铁枝等等咧，系大大咁样阻碍咗我哋嘅推进。事件中，一人受惊不替送院，另有一人自行到伊丽莎伯医院求医。大火燃烧超过9小时后，早上约8时半大致救熄。涉事大厦外墙棚架及吊船摇摇欲坠，棚架及安全网烧毁，墙身熏黑。起火成因仍在调查中，消防处稍后会派出坍塌搜救专队，评估大厦会否有再次下灰风险。受大火影响，中建道、米敦道及舒适巴黎道行车线封闭，行车受阻。港铁尖沙咀站及尖东站个别出口关闭，有直运维持秩序。